3月26日，谭维维在微博发文向疫情一线的志愿者们致敬。已经一个月了，前方的志愿者累倒了一批，新的一批紧跟着补上。因为你们的坚守，才能让物资源源不断地发送到最需要的一线，向你们致敬。网友纷纷留言，向一线医务人员、防疫人员、志愿者致敬，你们辛苦了。非凡娱乐。